负极呢？然后这个电池盒拔起来，这边有看到正极跟负极，所以你就正接正，负接负套上去就好了。因为你这边也可以放一颗三号电池，那你把它接上去，然后我等一下会发这两条线给你，你会发这两条线给你，麻烦你就穿越这个极片，然后夹住这个快速夹，你就可以跟刚刚的发电端那边去做结合了。好，所以待会会发线给你，还有这个电池座。好，那么各位我们要玩的游戏是这样子的，麻烦你只能选人力或太阳能或两个都选，然后记录六笔资料。那你要记 V 还是 A 还是 W， 你自己决定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你要记录 V 还是 A 还是 W， 你自己决定。我们都有提供来回给大家，然后只要记六笔，然后。